OK， 都呢度系佐科，佐科呢度叫做马哥，呢个石头啊，好嘅嘅呢个孤立啊，我先我叫一碗云吞面食，叫佢加多一碗云吞俾我，佢讲冇晒咗。我有咁讲，真实嗰几句嘛，你讲冇咯，唔啱啊，我有几嘢你讲冇嘅，唔系，先你讲冇，因为仲有三十几个客仔 book 咗，我冇 book， 我冇怪佢，因为我冇 book。哇，犀利啊！听未？喂，我唔该，几个站休息嘅喎。我停咗三个站，我停咗三个站。停咗三个站噶。我新车唔熟悉啊，行错路啊，得慢慢 KL 咗头先。所以 GPS 唔啱。OK， 都呢度系佐科，佐科呢度叫做马哥，北角新村呢个啊，北角啊马哥，都呢度一档云吞面啊，好型嘅一碗云吞面。我问你开咗几耐，你同我讲开咗几个月，其实系啊，响1961年就已经开咗嘅云吞面。啊，今日骑呢辆车超好力啊！啊，车唔可以讲啊，你讲食物先。壁角啊！呢个石头叫壁角啊！呢个石头啊！呢个石头啊！孤立啊！好嘅，呢个孤立啊！我先我叫一碗云吞面食，叫佢加多一碗云吞俾我，佢讲冇晒咗。我有好值钱嘅碗云吞啊！先你讲冇，因为仲有三十几个客仔 book 咗，我冇 book， 我冇怪佢，因为我冇 book。啊，佢嘅猪皮云吞啊，佢哋叫二票系咪？二票啦，咩猪皮？啲油猪皮。油猪皮嚟睇下。系啊。啊，呢啲老经验嚟嘅呢啲。啊，二票当猪皮，猪皮当二票。我今日嚟，你睇佢嘅系喺呢碗好值钱嘅。嗱、啊，呢碗嚟呢度。呢碗啱啱要求到嘅，啊多一碗你都唔俾我嘅，挨几耐啊？然后整多一碗二票嚟得冇，其实系猪皮嚟嘅。讲真嘅，新鲜嘅味道啊，就系、是、特别唔同啊。啊，二票当猪皮，猪皮当二票，几正啊 ？OK， 马哥。1961年就开到依家咗嘅 ，OK， 敬请留意下一站啊 ，OK， 拜拜。啊，呢度就系广西新村啊，佐科嘅广西新村油仔巴，呢度油仔巴嚟嘅广西新村。你都搞唔掂啊！呢个拉到出嚟，咁出边啊可以。